为啥变成了？啊，就这个连来个啊。这山东临沂的桃，我们拉到沈阳去卖。吃桃要注意，打的全是防腐剂啊！看看这打药呢，往上看。吃苹果就注意了啊！你看看啊，这苹果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刮出来全部是蜡来的啊！你看一看，这样一刮不知道，一刮吓一跳啊！你看看。这什么东西啊，全部是化工用品啊，吃到我们的肚子里面，你看看中国人是不是铁打的，你看一下啊，发给大家都看一下，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，大家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再转发。火片全网第一时拍摄区，微信搜索火片，关注后即可进群。